大家好，我是芷峰，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本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3经典赛特别篇名单预测。随着经典赛的时间逐渐的逼近，各国也陆续宣布出自己的阵容名单，而芷峰也会在接下来的每一周为大家介绍各国的阵容预测，还有各名单的重要球员简单介绍。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如果你还没看过我先前的系列影片，赶快点击右上角观看。正在观看的你也要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经典赛各国介绍哦。C 组的最后一支球队是虽然整体阵容相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比较不被看好，但是实力依旧坚强，而且有能耐可以和上述两队一较高下的哥伦比亚。那虽然说哥伦比亚相对阵容略差一点，但是仍旧有不少大小联盟的球员哦。这次公布出来的30+7人名单也是有机会拼下第二名的哦。在投手阵容哦，这次哥伦比亚充分运用了 WBC 特有的指定投手池规则，也就是你最多可以有10位投手被摆进这个投手池里面，但是最终生死名单必须至少有1-2位投手池的球员，而且每一轮你可以替换的球员，但是你替换掉的球员就得回到所属的球队，不可以再参加今年赛后续的赛事。那在投手阵容 ，Jose Quintana 应该是这一次哥伦比亚挂帅王牌的一员，过去一直都是稳定的中段轮值投手，这次休赛季也顺利和大都会签下2年的合约。其他的小联盟投手虽然和同组几队相比可能略差一点，但是依旧有不差的 stuff 可以压制对手的打线，所以临场的状况捕手配球就更显得重要。不过这次也同时，因为哥伦比亚要使用指定投手池的规则，就至少超过8位球员会在这个投手池里面，也可以注意到有不少哥伦比亚的球员其实都正在墨西哥联盟奋战的前大联盟体系球员。野手阵容的部分呢 ，Jorge Alfaro 过去几年在大联盟虽然不是主战捕手，但是有着不错的打击爆发力和优异的传二垒能力哦，这次应该可以担纲哥伦比亚主战捕手的角色。Elias Diaz 虽然同样是2号捕手，但是打击方面就没有那么出色，加上守备能力也比较弱一点，因此个人预期会是替补的角色。内野的部分呢 ，Jordan Diaz 作为运动家农场第9名的新秀，去年上到大联盟观光，缴出平均之上的打击成绩；而在小联盟时期，则是以优异的 Conte 和高上垒率著名，单季有大约20轰左右打击实力。基本上会是这一次哥伦比亚中心打线的成员之一。Gio Urshela 去年被交易到双城之后，基本上还是维持一定稳定的 contact 水准。虽然长打同样不是太出色，但是避免生人能力依旧是联盟的前段班。外野的部分 ，Harold Ramirez 去年到了光芒之后获得不少上场空间，而他也能有效缴出好成绩，表现高于联盟平均的打击水准，绝对会是这一次哥伦比亚打线倚重的一员。在先发预测方面 ，Jose Quintana 基本上不用太意外，剩下3个比较难排序哦。我个人是倾向于大联盟体系顺位在独立联盟。之前，那日职也是在独立联盟之前，因此四位轮值大概是长这样。而在打线方面，原则上我刚刚提到的几位就是个人心中预测的先发，那剩下位置就有其他小联盟球员去做竞争。当然，有几位在自由市场的球员也有可能抢到先发位置，也是不为过。不过虽然如此，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说墨西哥技压哥伦比亚和加拿大一筹，拿下分组第二。那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或是你心中的名单又是如何呢？你认为 C 组会是哪两队突破重围呢？欢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讨论哦。而接下来我在片头有提到会一一介绍各国的阵容，因此要记得订阅加分享，才不会错过咯。我是芷峰，我们下次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第一时间的最新资讯哦。